云霄飞车是这个吗？哎哎哎，小心！有了，有了，有了。忘了调玩家人数了，我忘记调玩家人数。等等进去没有铁路，满满的云霄飞车没有。我刚才没有，等等进去没有铁路了，满满的云霄飞车。我刚才伺服器没有开着啦。等我重开一次，忘了调人数，它里面应该不能调吧 ？Gameplay 可以吗？不行。对，好像一定要在外面调。对啊，人数刚才按到一了。二次元永远不会失望。那款我觉得《绝区零》真的不错哎，看样子感觉蛮有料的。游戏的风格我真的蛮，我是真的蛮喜欢的。好，这个吧，二吧，老皮安安，应该没错吧。昨天那个进度，打斗回馈超赞，对啊，你是玩定了，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啊。现在要玩的话，一定要先申请，他那个申请要用抽的。感谢甜点先吃，安安，哎，有了，看到了。有了。来吧，我们继续把剩下完工啊，玩熊哥跟狼哥哦。只是何老师不见了，何老师跑去哪里了？逃课了。他去那个了吗？跟女 V 了吗？他说吃饭，不见了。吃饭。他应该看 V 了吧？啊，他去吃饭了、哦，那可能还在吃啦。这边我要想要怎么下去啊？这里。因为下去感觉蛮困难的，对不对？我们这边至少还有工厂屋顶的高度，要直接下去也没那么容易。你可以往三，就是往前一直拉到底那边，慢慢你要慢慢往下，你现在就要慢慢往下了。我已经在往下了，它就是波道，我不敢弄太多，因为如果弄五度，我怕你们到时候回不来、啊。五度应该不行。三度已经很极限了。我是三度吗？就三度这样慢慢下来吧。我觉得对，我觉得三度已经算蛮极限了。对啊，也只能这样啊。十点吃饭哦，他应该是跟女 V 吃饭了。啊，为什么有一个 ID 怪怪的？这怎样？我可以把这个请出去吗？哦，那个好像没办法，好像不能踢耶。你跟能踢人吗？跟你换个 ID 要进来吧，不然我把你请出去了。不然就可能要各 ID 各密码了。没有，因为我想说跟大家跟开放让观众一起玩，可是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会把你请出去了。你先退出去哦，他退出去了。你换个 ID 吧。你这种玩笑你不要乱开，因为这个你觉得好笑，可是图奇觉得不好笑，到时候弄一弄，把我频道给弄没了，也是不太好。靠腰啊，我掉下来啦！那你那个要叠回去要很久。不会啊，我现在知道哪个东西可以叠比较快了。没有，一起玩是没问题啦。但是就因为想说难得嘛，有个这种生存的，也不是，这也不算生存啦，经营游戏大家可以一起玩的，也是蛮有趣的。这个真的蛮难猜的、欸。然后我不知道这边还行吧？还行。看一下。没有啦，这边你开的肯定行的。他怎么没有梯子可以直接让你垫上去啊？我就很希望这时候如果有个梯子就好了。真
的哎。对啊，它那高架也不能爬，它没有电的东西。哎，是有可以爬的东西啦，是有东西可以爬。没有，我是说那个桥啊，桥的那个边边，它不能爬。啊，对啊，边边它不让你那个啊，它应该做一个什么手那个什么音架啊之类的，让你可以爬上去会比较好一点。不然真的，玩家都用一些很奇怪的方式在做这个桥，这个正常搭铁路不可能拿一堆马车去架嘛，就很奇怪啊。哦，这边拆掉了，那我这边要重盖。哦，你这个要重盖哦，这个。对，因为原本这边其实是有一个超有一个他们做的桥，嗯，太斜了，在这个位置。没把他那个桥，没把我只是回头而已。那我要把这边打掉重盖。那整个打掉吧，盖地板的就好了。没有不行，这边不能盖地板，这一定要架空。哦，太有高度了吗？后面那边会再修改啦，因为你那边其实不是很好。这后面我觉得我要再重新调整过，我要把它改到就是在前面过吧，就是一律从前面过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你就直接直直的，大家都从那个。工厂正门口那里进来，不然这个后面这边这样上来其实也是很怪啊。本来是要留的，就是给何老师线，但是何老师线，我不知道何老师那边他那个大圆环会弄得怎么样，所以我先想说，就那不然就先预留着吧。他好像拆掉，公司要重加，嗯，公司记得重加。作者可能没想过有人会把蒸汽火车的铁路盖在空中当云霄飞车路。他既然提供这个工具，那就是代表给你用的，好吧？你要知道，3%这样下来好像有点太不够多了，好像要下多一点。OK， 我先把低的地方低的这边开始拆、啊。你先拆，然后我再加。6%，我觉得下去，然后我这边下5%啦。这边上下5%，然后绕到那个正门口。嗯，直线5%应该还好，不要弯道5%就好了。应该还行。对啊，以目前的马力应该还行。弯道5%应该是上不来了。不行，弯道5%，嗯，有点吃力了。直线的话，它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可以让6%，别再让啦。再下去就真的没啦！你看，哎，好像快到那个底喽。直线可以到6%，我不太敢哎、欸，我觉得我们差不多就好。一接车没，应该没有办法这么有力。哦，这边要这么高哦，因为我等一下要你看右边的高度啊，我大概等一下要切那么高的高度，不然过不去，所以我才说前面那个要卡掉。哦、这个石直接砍掉。对对，石头那个石头直接卡掉。那皮弟来了，那皮弟要交易了吗？26把小火车。你上铁道拉着火车，你怎么会唱这首歌？好多颜色，它就是汤马斯小火车。你怎么会唱这首歌？没有，我刚才在搜寻那个铁道，然后突然跳了一个那个汤马斯小火车主题曲。那我这样子，我先延伸到前面啦，然后。再看要怎么样去那个，我已经3%了，他才这样，我知道怎么换角度。那你还继续搞哎，你这个要继续搞。对，我还在继续搞。城墙吗？为什么一定要交易了吗？把城墙拆了。我在下载了。这谁盖的、啊？这个。我啊。没有你那个，那你没看过，你没看到他前面原本有一个那个。然后何老师被他妹抓走了啊、哦！他被他妹抓走了。OK， 好吧。嗯、啊，我知道怎么接到你那边去啊。这边看一下大家怎么接吧，因为我要让他回转嘛，这边要让他回转，弄个3项之类的。
有办法吗？玩什么抠孔？抠孔是什么？三项铁路。这边已经三项了啊！可是我知道，那我怎么转？我要进到你那里面去、欸，哎。你要从正面哦。对啊。你要从正面哦，我想一下。因为你那边盖了一个。对，我盖双向的。十字铁轨。啊，我要怎么加入啊？你搜寻伺服器，然后找到我那个伺服器。啊，不然你那边盖个十字铁轨好了啦，然后我这边再绕一圈就好啦。有没有？这个地方，这地方弄个十字铁轨啊。可以啊。这边再拉高，这边再拉高。有，我再拉了。对对对，这边稍微改一下就好。四十一个月，人生好难。那黑色的我先开回去哦。人生好，你现在回不去。不会啦。你现在回不来。辛苦你了，感谢订阅。这样子，然后我拉个十字铁轨，穿越九十度。对这样，因为我这样没办法确定你那边一定是直线可以斗过来，因为你那边本来就有点奇怪，你知道吗？说实在，你这个应该是要接到这边才对吧？因为你这个弯真是超级奇葩的、啊。你那边到底从哪里卸货？那边有两个卸货点。哦，两个卸货点啊、哦。对，一个是那个铁的，一个是木的。那你应该两个卸货点要分开吧？分开它不好过啊。这样子，这样子很奇葩哎、欸，就是木头一条，铁一条不就好了吗？那木头进去一条，铁一条啊，然后你卸完之后就走，卸完就倒车出来啊，倒车出来。对啊，然后你出口在最右边就好了，就是你倒车出来嘛，然后你过了那个坎之后，再直接切到另外一条的出口啊。可以，那你们那边你再把它调一下。这样不是比较好吗？不然它其实可以从铁那边后面出来吗？我也不知皮皮进来了吗？哦，我看皮皮进来了，有点复杂啊，这个不会啊，不会啊，它那个蛮简单，你按 G 然后可以盖东西，这个其实蛮容易的。我要怎么出去啊？嗯，你现在要传送吗？你要找那个门走出来， oh. 对对对，分两道，我觉得分两道会不会比较好一点？可以，嗯，然后这边是这样子嘛？我要开始旋转了。啊，盖子要花钱吗？不用，盖那个铁轨不用花钱。不是啦，不是那边啦。你把它架高一点，你把它架高一点。我看到这个旋转。对，我觉得你要高架桥了。没有，你那边分叉可以先不用吧？那个分叉可以先不用吧？为什么天上我树在飞啊？因为他们真的神奇啦，这游戏。这游戏你要砍树，它就会飞过去。对，它可以飞到世界尽头。太多了啊！我知道了啦，不然这样子啊，这边也盖一个分叉啦，大家一起来分叉。你那个分叉是三个，你那边分叉也稍微退后一点吧。这个是什么 Y 字入口、哦？对，超 Y 字入口。这样吗？等下我再往后推一点。这个入口怎么看起来好像是很经典那个问题耶？电车难题。对啊，你要。压死一个认识的人，还是压死四个不认识的人？通通压死。
没有这个问题。我看一下，那这样的话，我先接到这边吧，然后带到这个位置，然后这边就直接插一个岔路下去，可以分三条路线这样。你岔路尽量要远一点吧，还是两条就好了吧？一条往右，一条往直行，这样呢？这样就好了吧？然后一边是直接走到那边的铁轨，一边是往北向这样子。把铁轨拆掉，这张三就只剩下人生难题哦，那也不错。OK， 这样可以吗？你看一下。S 0你刚才那里接起来之后，后面的路不用再修了。什么意思？就它后面路都顺的，你刚才那里接起来就好了。你说那个我原本的那一条死路过去对不对？对对对，那里都后面都顺的了。有，我现在在美观它，我现在正在拉过去，因为这边其实还是有一点，刚刚试过有点不太顺。我在这边往那边拉。为什么这边会变这样？哈哈哈！下面怎么会镂空的、啊？很好笑。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还是你选错材质？不要问我，别问我，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个答案？那我柯林怎样？我在想，还在往上。对 对，不然就用桥啊。转、可以再高一点吗？这个？我再高一点。怎么弄比较好啊？哦，他这个没办法往上。没有，我们先想一下这边要怎么弄比较好。这边有需要绕圈吗、啊？还是要怎么样？先想一下。还有那个吗？有那个调拨的那个圆盘吗？有，可是那个超级慢，那超慢。哎呀，那个是人力的，人力的。对，它是要人力转的，它这个没有现代 DIY。太帅了！直接过桥底回主体哦。什么意思？这边还是需要两条路啊。可是这个让崩康啊，让他们穿越啊，让崩康让他们穿越底下这个，我现在这个就怪怪的了。往后拆掉啊，拆掉啊，然后盖高一点崩康啊。用土去补，对，哦，提吗？我感受到了大回旋了、啊，不错不错，我就可以，霍夫你觉得呢？欸，我想问他那个木桶怎么把它拆掉？可以啊，直接把它炸掉啊。怎么把它弄掉、啊？就拆除啊。我知道了啦，我有想法了。你不够玩。我有想法了，交给我。各位，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好的。我这边先拆掉。然后你帮我把前面的树砍掉一点，好不好？哪边？哪边？我的前面那边。哇，你这个还要转、啊？有没有很酷？好酷的吧？因为刚刚发现还是不够高，再转一下，转一下就够高了。反过来会比较好，什么意思？这样吧，然后等下就是让它变直直接到最前面那边去啦，接到我现在桥底下那边吧，比较高一点。安安看了一下，吃土了。我觉得那些风景区没有找你们去做铁路工程师，绝对是一大损失。兼顾了刺激性与观赏性的铁路，记得要让何老师当总工程师，他是位人才，绝对刺激 OPC 之高。何老师他绝对是人才啊，可是他现在已经战逃了。何老师已经战逃了，他被他妹妹抓走了。还有哪一条路可以让我发挥？哪一条路啊？现在原油炼油吧，原油到炼油。哎、欸，那边好像也啊没炼煤也煤也有了。炼油厂可能还在弄一下，不然就是你可以在，因为我们这个地图其实已经弄差不多了。还有，但是还是有可以发挥的东西啦。你看你要不要再多加几条铁路？
修改一下这样。这边不愁没有可以发展的空间，到处都是机会，只要你肯干，嗯，一条不太够啊。对，机会都是你的，因为后面我们要工厂都是固定的哦。对，工厂固定位置，可是好像还可以再自制工厂，欸，它工厂是不是可以再投资啊？好像要先建成公司吧。嗯，你这样挡住我要怎么盖？可以不要这样弄吗？你这样弄，我知道这样我要盖什么？对啊，你这样你在那边干什么都不做，然后一直遮别人的画面，你这样子人家怎么玩？我就问你。OK， 看一下。调皮，这边要怎么弄？我很能干，也很能干。看他们接过来。哎，感觉你实在长太帅了，先。太高了，这个死的有点高。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问题啊？现在？现在就是我要让，我们让他进站，我们现在让他进站了。站口是旁边那一栋房子哦。对，然后我们要让他就是可以让铁轨到那个旁边卸货，旁边是有那个卸货那个码头，起重机看到吗？哦，嗯，哦，要开到那边去哦。对对对对对。他，啊，可是你要这样靠一大圈，然后转进去哦。没办法，因为他的火车不是就是随便放就可以随便走，他的火车会有那个弯道的问题啊，而且还会脱轨。他的火车很复杂的，哦，对对对对，你的线路没设计好就会脱轨。你那最后弯？不是啊，你就开高高，然后按那个，啊，你知道立志走法吗？然后你就翻车，啊，让火车倒着进站啊。立志走法也不是不行啊。这也不是不行 啊，就先往前开高一点，然后再往后溜，嗯，溜到火车站里面，然后卸完货再往前开啊。这个好像也是可以啦，是励志走法，这样做法也不是不行。要吗？还是我们就盖励志走法好了？要不要尝试一下？我觉得皮弟这个做法是可以的，但是进站怎么办？进站也要励志进站啊。没有啊，你不是这个就走一，就是你不是铁轨道接起来就环状嘛，然后再走其他路回去原本的车站就好了。汤米全上，什么叫汤米全上？我不太懂了，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励志走法，应该要讲 N 字才对吧 ？N， 我知道，就是你车子先开到直线，往前开嘛，对，然后接下来再开到另外一边去嘛，对不对？再倒退路，然后再回去，对啊。可以直，再直，右转一点点，是不是？是不是我一来你就豁然开朗？你不然就把它砍掉。但是他们就是没办法用车头直接进去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车头转进来。车头不用啊，用屁股进站不行吗？屁股进站，那，啊，你到时候要回来的时候呢？你要怎么进？你有想过吗？啊，你说要再开回去原你啊？你这是单向的，不是双向的。单向啊。我们这边只有单向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对，进图了。对啊，就是 B 车之后再往下啦，就是那种励志爬山。简单啊，那你再往那个，啊，往再盖一个 Y 字，然后接到后面的路就好了，就等于说你车不用回那个回转。啊？好像也不对，这样不对啊，这样你这边一定会那个，啊，更复杂。对啊。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就是你往前往上开，然后他再用靠那个倒退路下坡嘛，然后下回来啊，然后你要开，你要出站的时候，你就再接别条路 Y 字，然后转出去，这样就好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我懂你的意思。我现在盖，我现在盖平和铁道，我觉得皮弟盖那个方法是没问题的，啊，皮弟盖那个盖的是 OK 的，那就是要接到这边来啊。这段我们还是得走，走高架，拉高吧，对，拉高。我只是不知道你的头在哪里，不然的话我就直接自己操刀了。哎，欸，这里啊，这里。我拉一下看看，右下。还要走高架哦。因为我们最后得接这点，得用高架接。不行，这样到底有没有对到？其实我真的看不太出来。我帮你看啊，他有幻影吗？没有，我还是得绕一下。没有没有没有对到，帮我把这边都用高架。这样有对到吗？
不然上不去。差很多，差很多。我看一下，这可以跳上去吗？没有，差很多，差很多。大概要再往回调大概五度吧。我调一下。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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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然后这样子。有啦有啦有啦，中了，对了对了，对了吗？对，你盖看看啊，盖看看啊。好，有吗？高度好像比较高哎、欸。有啦有啦有啦，可以，应该是可以啦，我试试看。那你就先，改那个啊，弯的最难盖嘛。那你把那个弯的弄好，再盖直的就好了。这样呢？等，不要急，火车。有啊，对到了，对到了。但是这样的火车要怎么转向转回来？他这样子倒啊，就是、头往那边嘛。倒着开啊，他没有要转啊。啊，如果要转的话，在前面盖一个那个大窝。啊，我知道了啦，这样子啦，这样，就是。对啊，先就是这样倒嘛，对不对？这样子，哎呀，这样倒，然后你倒的时候，这样倒车进去一圈，对吧？对。然后你出来的时候，不对啊，你出来的时候，你的头是在，也是往这个方向啊，这个方向啊，然后接下来就直接这样走进去。所以你要在前面盖个大 O 啊，让它没有这样，啊、不是这样，我跟你讲，你跟我来，这样子，他答案就是这样子。你会先这样进吗？我现在是汤马士火车，你告诉我走哪一条？对，这边他会这样进站，对不对？进站绕完，我是头哪边？我头在哪边？你头是往这里。我是不是跟错人了、啊？你看到我吗？就是你进站的时候，你头是往那边嘛？然后你对，我头是这边，你八股进来啊，对不对？对啊，就是我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啊。对, 对啊，然后你八股进去之后，因为那边是一个圈圈嘛，你绕完一圈之后，你。八顾出来的时候，你头会往这边嘛？就你头，我头现在是那边是转一圈的哦。然后你头往这边退出来之后，到这个岔路不是吗？然后这里倒退路，然后到这个岔路的时候，是不是到这边的时候嘛？然后你到这边提，然后切换那个变换杆嘛，然后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上那个波道了。所以这样就不用再掉头啦。等于就是说，你只有进站的时候是倒车的，倒着回去开哦。对啊，就从头到尾在那里面是一直倒车这样子走啊。哦，那好啊，那可是你现这个时代的火车够力吗？够力。OK， 要不要放一台试跑看看？可以啦，可以啦，这样已经可以了啊。我要把何老师那条给拆掉哎、欸。你说哪一条？何老师他那条，你要把上面那个高架桥那个拆掉啊。不是拆掉了吗？还是另外一条？怎么还那么卡？是不是有人在砍树啊？那好像人太多就会卡，因为我刚才在伐木扛那边，火克就在抖动。是哦，那可能要，对吧、啊？要不然还是要请观众那个了。死灵，你拆掉，拆掉了。没办法，人有点太多。我那个可以下波。我就怕后面火克开起来会给抖。对啊，三发不太够力。我把这边修改一下吧。我可以再让他下波。因为没办法，因为感觉现在是有点偏卡了，没办法正常游戏。巴哈文章算要增加了，不是啊，因为他们进来也不是每个人都在做事情啊，不然我们这样会有点卡。不然把后面那个删掉好了啦。我觉得后面哪一个？后面这一轨好像就没有必要进来了吧，月台没有用同轨道的。月台同轨道，我觉得也没差啦，是感觉没差，也没办法啦。小样上课，如果等下真的火车跑不动，我就直接重开改密码，就也只能这样了。等一下哦，先看吧。是可以跑的、啊，可是它有时候会抖动而已。嗯，我跳一下那个。就是因为我停在伐木扛那边的车，那、我现在是走两步就卡一下，走两步卡一下。你这边都太高了，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直接接过去。你接过去，我直接接过去。目前很多人进来哦，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人啦、啊。可以了，可是这就有点蛇形，我觉得感觉有点蛇形呢。我觉得要把这一段，对，我觉得这一段拆掉。
我觉得你有桥那边可以直接拉直就好了，拉直啊。拉直吗？好像也可以。不然我们直接从这边过去好了，从这边过去，从这边。哎、欸，闪退！哎、欸、哎、欸，你闪退了？没有，你这边拉直就好了。你闪退了？好，拉过去，拉过去。没事，我看，我先看你们，可能在下载东西吧。第二个图。没有啦，你再登进来看看。我觉得应该刚才是有人在砍树，还在做什么东西吧，才会这样卡。因为这个游戏的物理引擎就挺神奇的。他、砍树好像一定会卡。嗯。没有啊，也没下来什么东西啊。没有啊，我开模拟器了。好 ，OK。又卡了。这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边木材的应该要另外独立一道才对，因为这样真的超级奇怪的啊。木材的应该在这边才对吧？它的月台是固定就长这样，还是可以自己设计啊？我不知道能不能改。有点歪耶，我这个改。怪兽先进三还在玩吗？还有啊，我试一下买很多。对啊，这个月台因为这是死灵盖的，我现在不太清楚它这个要怎么帮他弄。我没有盖月台，月台是它本来就。我说它的铁轨啦，你的铁轨。哦，铁轨。嗯。看啊，你大不了就是你把它拆掉重用也可以啊。炼钢厂。啊，它可以自己盖炼钢厂啊。炼铁厂，哦，他也可以自己盖那个企业，有了吗？小麦农场、伐木工棚、锯木厂，可是也不是每个都可以。他这边可以盖那个机库啊，机库这边也可以盖啊。哇，那我还辛苦把车开过来，歪了。这边也可以盖机库啊？没有，我那是直线。有铜吗？还没转弯而已。这边不能用塞，最后还是得换这个，还是得换架高的。但是你这边这个斜行一格、啊，折行一格、啊。我拉了一个长的。有机库，那你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新竹车站。嗯。哦，对对。正常火车走不了这一条吧？太低，对不对？嗯。火车怎么走？你这边帮我上个那个，帮我上个那个桶子，让我踩。好，有点远。对，这里是干嘛的？铁矿哦，放铁的。对，放铁的。我看我怎么帮你修改这个。你这个木头好像也没办法这样堆啊。两个月还中间穿过去啊，不然木头你把木头的从里面放进去不就好，可以吧？我知道了啦。没有，我跟你讲，我有个方法，虽然是一个笨方法，但笨方法有时候也是好方法。这样可以吧？是哦，就是有点这边有点要有点。试试看吧，看。火车可以过了，火车。有开回去了。你记得过去之后要慢哦，我要踩个石楼，要踩很多个石楼。我插到你心发寒。等一下两轨没有，我跟你讲，我有个方法，不用两轨，我直接从中间穿插过去，跟他拼了。听说中立火车站要重建，可以请皮帮忙设计一个中立火车站吗？可以请我设计中立火车站吗？有点难啊。他会那个。我要怎么设计中立火车站？不是说要重建的？对啊，重建啊。已经动工了，不是吗？嗯。不然他那个之前那个站蛮多问题的。看一下火车。跟那个地下道又会那边打架。你这边去程是下坡，所以你等一下到了要滑。有了，这样可以吧？我直接硬塞 ，OK， 直接硬塞，铁矿就往那边直接丢，不管了。然后接下来再转过去就行。
这至少一号月台、二号月台。对啊，硬塞流啊，厉害了吧？那个没有缝哎、欸，那开过去人应该被卷进去吧？没差啦，我们这边就是走那么硬派风格的。这样能不能到对面去啊？哎呀，我没上去。哇，干嘛突然哀嚎？等我。等一下，等一下。应该停了，这里没有那个。这样能斗到吗？好像看起来也斗不到哎、欸。好了，可以了。对啊，这个角度看起来是不太可能啊。我不也来了。我们前面那个很精彩。真的，我们前面的超精彩的。哎、欸，那天我们是测试三十度是不是不好弯？三十度的那个回转是不是不好弯？如果你够远的话，好像可以，但是你慢速弯得过去吗？慢速可以，慢个可以。就你不要开那种180，然后要过弯。没有啊，我们就慢慢偏过去啊，也只能这样、啊。好像我记得20%可以，20%过得去。你前面那个太弯了吧？你放慢、啊，会翻车哦。你要放慢，这里要放慢。它是会翻车的、哦。会。不用那么慢啦。哎、欸，可以丢拉货。那可以。老皮安安，今天是第72次滑雪道警察哦 ，Tilda， 请做好事前准备。我们小黑物件 ，Pepper Pride，Pepper Pride。Pepper Pride， 感谢搞后面，感谢。可以啦，这个。我知道了，长度不够，一定是长度不够。这边是不用停的，这边直线的。我身现在很抖。我走几步就卡一下呀、啊。看来真的要排泄几个观众了，没办法。再多一点长度，应该是可以顺利转过去吧？嗯，往右一点。你要先往右吧？你不能让他得你。对啊。保持在嘟嘟嘟嘟。你要先往右，然后再靠个大圈呢、啊。没有，不能靠太大。你靠太大，这车子单又要翻了。他们之前就是一直往右又往左，然后车子就翻了。一个蛇形、哦，对啊，离心力就对，这快一点还行吧，尔森，快一点也可以，还行啊，我控制在时速10左右可以过去，应该可以，因为没办法，这里只能这样盖，不这样盖过不去，它、啊、那个坡道幅度太大了，那就限速10就可以了，嗯。这边要限速10。有了，我们这边完工了，正准备进去你们的。完工了，完工了，这真完工了。OK， 完工，完美了，那个超完美啊！我盖的太神了。怎么盖的这么好？你这个过去你就要去那个嘞，你就要去铁矿厂了。这边是谁在搞啊？怎么这么弯？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哪里？不知道，你先载那个啊，先载斗回来啊，斗都没斗又没载，要先买斗。好我的钱吧，好我的钱。啊，这谁盖的啦？火车头快烧起来了！怎么那么弯？要载什么的斗？在铁矿木材啊！铁矿的。哎、欸，我们之前这不是我盖，那個、这边不是我盖。我们有一个啊，我们有一个在家里。我怎么可能盖这种东西？那我再买铁矿石嘛，我再买。那个分。分叉的是不是有点太近啦、啊？那个谁盖那个分叉的人有点太近了，太近了吗？
你帮我把那个缩短一点好了。等一下，我再买那个。为什么？好了，生我买好，你可以回去载了。不是，这个怎么不是我开的？你缩短了吗？那个分叉那边。哪里啊？分叉岔路那里啊？这个三岔路这里哦。对对对对对。另外一边的岔路。先帮我删掉一些。这个吧。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你们刚接的啊？可是没有燃料了，你还在开？帮我接过去吧，可以吗？接得了吗？我试试看。对啊，这样应该可以吧？没有，我看第一的吧。完了，这个角度，等一下我重新再拉一条。好像，等一下，好像。我重新拉一条，重新拉一条，没事，角度不太行。好吧，我先连上来看看吧，先连上来看，确定一下。我这个可以。这样呢？这样可以吗？接得到吗？应该可以，我接接看。不要让它就是很像歪歪的，我要让它就稍微直一点，因为这个就有点偏歪，可以吗？这样可以吗？我看一下，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可以啦，看起来应该可以，还不是一样，不一样啊，路弯角度不同啊，刚才路弯角度不一样啊，可以吧？这弯比较顺一点。可以啊，然后咧，车库呢？车库怎么办？车库放在这边那么大一个地方，对不对？这里我觉得这里可以设计的。先回去拉那个吧，铁矿吧。对啊，我要回去。这边吧，开在这里。可以盖。开得回去吗？要开回去。你说那个死灵盖那条路盖是可以带我回家的，是不是？我们刚过来过了，我们刚。哎、欸，你们怎么那边翻车了？哦，它中间呢、啊，这个要调中间呢、啊。路不平吧？没有吧，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路。应该这边没有弄平吧？你再倒过来一次，再试一次，是可以走的吗？好危险的公司哦。对啊。你是看倒车，你是看倒车。倒车。那切换是电脑还是自己控？自己控。控啊，这个啊，这个牌子、啊。对你得手控。是手控没控？他这个是没有调好，所以才翻车，是不是？还这个路有问题？应该是路有问题吧？一般来讲，没问题啦，没问题啊。没有，你刚刚没调啊，你刚刚没调好、啊。应该是刚才没有调吧？应该放分管、啊。你这个要插中间才可以过。没看到。这边这个角度也蛮奇怪的，说实在，有点太弯了。要上车了吗？正常来讲应该不会那么弯吧？体验一下新的。哎，我还没上车。三轨好复杂，其实还好啦，没到那么复杂。为什么从那边看过去好像有点怪怪的？是我的。从这里看那个三轨好像怪怪的。对啊。这是那个动物园。可能要调一下吧，我觉得要调一下。待会来调就好了。动物园游览车吗？不是，我们就是要赚大钱的发财车啊！要上山采药、啊，下山尿尿。我觉得还是把何老师这个铁轨拆了吧。这是我盖的，那这个我们盖。上面那个呢？都是我们盖的。是要去哪里的？就是回那个房子上。因为那个房子太大了，我们整天转上去。你要。你要不要把那个弄？圈圈弄大一点，弄太小了吧？我觉得你圈圈要弄大一点啦，这样圈圈太小了。大一点吧。你后面要说载货，我觉得会出事情。那个圈圈让我想到那个云霄飞车的感觉。是啊，是云霄飞车。就是准备爬上坡，然后突然一个急冲往下这样。我没有急冲这个选项，我们永远都是缓坡。这个到时候修改一下吧。我再把它调那个。现实也是这样解决坡度过大的，可是它这个太弯了啦！你看前面那个超级弯啊，
你这如果后面有载东西，一定飞出去啊！不行，这真的有点累个累个。是所有人都在这边吗？还是有人在其他地方？我在货运站，在拉那个。你看是那个伊娃在另外一边，不知道在弄什么。他可能在砍。他可以用煤矿线。他可能在砍木头吗？是有点砍。好在砍树啊，难怪我想说怎么一直卡卡的，人家砍啊，这砍着插一堆牌子。因为我们要提醒一下，慢，还要。那你这个，你就把圈圈的范围角度大一点不就好了吗？对不对？你拿就是这边走直线出去之后，你这边就走直线出去嘛。啊、因为它直线出去，它那边不是离那个最角落的范围会更大，你就让它绕大圈点下去就好了嘛，对不对？对啊，哎，感谢开门送瓶子，感谢。而且你这边不是直接往右，直接往左就可以下去了吗？为什么要那么复杂？直接往左，因为没有那个坡度太大了，不好下。方法是人试出来的。那那边如果直接往左，大概就是小飞车那种。下去应该是翻了。你的水还够吗？有，还够，小亮刚刚有坚持。啊，我们伐木场那个车子要不要也开过来？一台送木头嘛，一台去送那个铁矿。那我觉得这台可以送，老大，这台送铁，我再买一台铁矿。对，好。那伐木场那还是要盖原木的，就大家一直要跑原木。准备翻车，这条路再细修一下啦。这里不是我盖的哦，这里开始都是耳朵盖的。那细修一下，盖那个怎么会让人像崩崩烂？感觉就很奇怪、啊。细修一下啊。这地板还有一些没有用的铁路。是往这边吗？对对，往这边没错。这里这个到底怎么？怎么会有这么多零散的铁轨在路上？这到底是怎么情形，对不对？这是哪里啊？我要避开松木头。哎，这是我们啊，伐木场怎么变这样了？改过啊，这个木头就装满了、啊，装满了。我要把它分开。哦、OK， 你到时候再买一台火车吧，要送那个木材的。我们这台应该是要去送那个铁煤炭的啦。木材在那边啊，木材你在那边。车头小亮买啦、啊。你先开车，你现在去哪里？我们是要开车回那个、欸，那个车站那边呢？我们要回货运站。我们要回货运站，你是要加水吗？还是怎样？那我倒车倒。前面可以走不是吗？前面不能走吗？那要回去的。那个等一下帮我调一下。好，没问题。你要调哇？可是那边小亮还在车上、啊。没有，那个是原本就停在这边的车、哦。你把它移一下，把它移一下。啊，把它开回去好了啦。那、啊、还怎么样？那我把它往伐木厂。对啊，你把它往伐木厂重开。右边应该是伐木厂。要撞了。不要紧，我先看好不好？我靠上。火车可以升级吗？有，还有更高级的火车。我们现在这边只是低级版的，而且你们讲实在，你那个桥啊，设计成这样子，这个高度后面那个大火车比这还要高很多、欸，哎，对啊，你如果你弄大火车不就撞了吗？大火车以后不会狗更远。哦，直接好吧，直接不让他走这了。哎、欸，你东西掉了，你东西掉了，不要走啊，东西掉了，哎、欸。倒车！我再后退，等等。OK。再滑一下。火车翻掉能桥回来吗？可以啊，有那个吊车可以桥回来。挂钩有了吗？再来。
好，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好。OK， 你走，我要先切路线。啊，你前面怎么还有一罐油罐？帮我把它扣起来，帮我把它扣起来。我前面也有一个可以扣的，对。那个油罐把水盖过来，然后给丢一个盐。还是没有把它带回去。把它拖回去啊，把它拖回去。那你们直接移它吧，把它移过去。我说你先走，先走。我看看路线没切。切一下，切一下，看谁切一下。好了，我这台停在这。不要停那里吧。欸、你就先开去那个。对啊对啊对啊，你先开去伐木场、啊，反正现在没有原木要运哦、啊。对啊，也可以。你停在伐木场那里。万一他柴火也快没了，到时候可能。走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要接这个东西，你要接这个东西再回去啊。你接在车头，你接在车头。你不要这样推的，你这样推你不好开。你用车头拉吧，你用车头拉，反正你现在照着走。你不能靠太近。OK， 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可以，来。再来，再来，再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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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度场还早啦！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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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OK， 好，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可以走了。直接倒，直接倒，对对对，全力，全力。OK，OK，OK。我快到伐木场喽。你快伐木场了？啊？对，我在那个。要撞车了！不是你在伐木场在哪里啊？我从那个货运站往伐木场走。倒车，倒车，倒车！哎，小亮！哎，不是，哎，停！你在什么？在什么？在你是在那个在煤的，在煤的后面是那个煤矿的。啊！你先倒车，先倒车，先回去。你是运煤的吗？啊，煤对，这个车厢是运煤的。运煤跟铁的啊，铁可以运的，是不是 ？OK OK， 那等一下，小亮先往前开，小亮先往前，我往前开，好，对，等我一下，完蛋，好，你先走。你知道怎么到那个哈那个矿区哈？你会走啊？我不知道，你们盖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帮我把那个拖回来，帮我把它拖回来。把它移过来，把它移过来。我们用那个搬运五鬼搬运法，这个是东方神秘力量，专门去跟那个人间调度场对。专门去跟那个鬼谷子学的。那想让你往前开绕一圈，可以绕回去。我往前开就好了吗 ？OK。不然你要过那个铁桥。可以了，可以了， okay. 来。19世纪，好先进的科技、啊。对啊，多先进就有多先进。OK， 可以了，全速前进走。这边路线应该都顺的了啦，这是我们昨天调整过的路线了吧？对啊，都调整好了。是不是又来砍树啊？又来卡了？为什么我直走了？你是不是没有调？你没有调那个吧？哇，翻车！那个。你们那个转轨器有问题耶！我车子开过去直接翻掉。没有，因为你没有先切，你就转过去一定会翻车啊。但铁轨是卡死的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它铁轨卡死、哦，因为你没有切那个道啊。OK， 没关系，我先。
我车子歪了。有了有了，这台要载那个嘛，载木头嘛，载那个木材。对啊，我们接下来就要盖木材跟那个木板吧。先把那个油箱拿回去放。是往哪边？是往中间走吗？家里有个带木板的。中间没错啊。应该是吧。很久没回来。火车还可以再快吗？这台不行，要换新的车头。到了到了到了，总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存钱买新车头啦？三千八，那三千买一个，三千都可以换了、啊。我们换那个吧，直接上做煤炭的，不然木炭还是有它的那个局限性在。嗯。这一趟完了，可以。OK OK。这个把它丢到里面去吧。这调度场也是你们盖的？对啊，这要自己盖啊。优秀，这个是很好玩的啦。那这个咧，这个把它丢到随便一个空的咯。欸，我们不是有没有个载木头的 在哪里啊？在家里吧，家里应该没载走才对。哎呀，这个吗？这个是载木头的吗？不是，那个是载煤炭的。这个吗？这那个原木的吧？那都是载原木的吧。这两个载原木的啊啊？为什么那边还有？欸、小浪啊，不是，刚才不是有开台啊？为什么这么多载原木的？不对吧？不知道啊，你们怎么原木变多了？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要这边是要去载那个 lumber 啊。Lumber， 你说在木头，在原木，不在那个木梁的，对啊，在木梁啊，就什么光束嘛。啊，我买木板跟木，哦、还有两拱，那两拱。我买了。你买了吗？我说你们新盖的这一条会通去哪里啊？它是有四根，六根柱子的那个，对，有柱子的、那个。多买几个吧，多买几个。你是买一个而已啊？要买几个？没有，我买两个了。要再买一个吗？再买三个好了。它两拱都能盖吗？它可以木梁，没有木梁好像是一起的，木梁都是两个都是木梁，只是名字有点不太一样而已，应该是。不然你再看啊，你再看。可以啦，就是这个啦，就是这个，没错啦。我没钱了，我的钱全部花光了。救命哦！我还有700多，为什么不能买？没有，应该可能是没位置了。啊，好，大家可以先接，我们这个可以再接两个吧。我看能不能再买。哎、欸，有了，可以啊，可以啊，欸、有了，那就再接啊，我们要接几个？接四个吗？欸、四个吗？四个爬坡不会太辛苦？我觉得四个应该可以啊。好，好，那你先接起来，然后我们先往前开一点，这样我才可以放。你先退后。先倒退，对对对。哦，都没有过去。你车子那些油水加好了没？再来。有加好啊？怎么运煤的少拉两台？往前，有了吗？运煤的。喂，不是，退后。还有一个。火车头能改颜色吗？想看汤马士小火车路。能改，但是要花钱。再往后退。我们现在经济有点拮据。接。好，可以了，可以走了。刹车记得要把它关掉、哦。好。OK， 耳森老车长，我们现在要把原木运到那个铁工厂那边，铁工厂那边需要很多原木。先拉铁矿吧。拉铁矿吗？因为你不拉铁矿，铁矿就不能产生。哦，翻了。翻了。不知道。这边感觉
这边感觉铁轨没有设计好吗？啊，铁轨歪歪的、欸。可是我们走了这么多次了，没有，这边应该因为你经过这边应该是不能够高速，可能就是要稍微慢一点。对，应该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运到仓货仓去卖哦。哪里？你说这个吗？货仓。我们还要自己盖货仓。这个货仓吗？这里这个是货仓啊，可是可以放到这边卖是不是？是吗？可是他是卖种子的不是吗？这边可以吗？不知道啊，这个是货仓啊，因为这边是上种子的地方啊，这边有个上种子的地方。种子托盘，这是发农场的吧？应该是。我觉得直接运到产地去比较好吧。铁矿场到底要什么？整木没有整木的会脱轨。啊？铁矿要两个那个。要两种木那个木梁，这有整木啊，都有啊，应该是说这个吧。铁矿厂要大量木梁啊，两种木梁都要，两种木梁都要。你这两种都可以载吧？对，应该是可以载，因为它只写木梁。嗯，好了，我这边打开了。那你们出发了吗？等一下还在接，你这个没接，你这个没有人开，那可能，那我觉得你这边可能要再调整一下，感觉这边是因为接了太多岔路吧？你看这边它这个其实波是蛮陡的，就是莫名其妙就直接切过去了。往后，都接起来了吗？不然这边可能要再优化一下啦，我觉得这边可能要优化一下。往后。哦，转盘没有整木，所以你的那个速度不能太快啦。所以你过那边的时候，记得就是开慢一点就好了。有了，都接。好，可以了，往前吧。你刹车要把它拔掉。就是到时候记得，就是你过那个转盘的时候，速度要放慢了。你好笑、啊。OK， 可以了。耶、yeah, ，出发。所以啦。对啊，应该是这个样子，没有整木它就会。总算，这批看能不能赚到钱啊，不然我们一直买不了二级车头。反正这台车 很久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这边了、啊，它应该会往返那个锯木厂跟铁矿厂。不要回来这边。锯木厂跟铁矿厂差好远哦。不会啊，还好吧。后面要再开锯木厂到铁矿啊。对啊，从冶炼厂那边过去嘛。之后会不会可以接车？对啊，就是到冶炼。好像可以。好像要再接一条。它有那个载客用的货车，但是我看不到有什么城市可以载客。也许之后我自己加一个城市，他这里没有。不过这张地图感觉被我们玩坏，各种奇怪的路线。我相信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哎呦，这游戏独立制作吗？好像是小工作室做的，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做得很好，但是现在细节还没有到很完整，要慢哦，前面要慢。没有过那个牌子再慢就好了，这边慢太快了。本身打一个稳，对，本身开稳。有时候搭回旋才可以全速前进。等他们修改啊，现在还没有修改好。那本身这个超级求稳啊。你们这高架是去哪里的？不知道啊，为什么是高架、啊？我要回去，要回去的。回去哪里的？要打铁矿场那边的。啊？铁矿场不是右边那条吗？这两条、啊。两条。哦，一台一个来一个去哦，一个来一个去一回啊。哦，哇，这么用心哦。啊？哦，那 OK， 那你大家记得要调那个牌子就好了。前面那个不用调、啊。嗯，让它保持这样，对吧、啊？跟皮桥白那个很像。
太低哦，换车头会卡，会那个一定要再重新调整过。你说耳生那时候换二级车头，你要把那个桥给拉高。哇靠，整仓库堆满满哦。对啊对啊，这么多。两车在后面这个，然后两车在前面、那个。OK， 好，两车在光速吧。前面先在光速，先在光速。前面吗？要退后一点，退后一点，退后一点。你要退后一点。对，你要再退后，你要退后大概，再退，再来，来，好，停，好停，可以这样，刚好，好，后面也在啊，按一次就好了，他会自己啊，对，他会补到满，你就让他补到满就好，他一次只能载三个，哇塞，那工厂生产马上我们载一个，他就会再运一个哎。哎、欸，你怎么载到山格去了？他带到后面去了，跑到后面去了。哦、他太贴了，太贴那个，这个。算了，没差了，你就一车载那个啦。哎，哇，直接浪费货物。没事，我们那个木头已经。是啦，木头很多啦，你要多浪费一点，我们才有钱赚嘛，对不对？我才能赚钱，对。对啊。Okay, 满了吗？满了。然后再来运前面的货，我来帮你指。这个是木材嘛？来，这也是木板。木材啊，它这是木材。两份木材加一份光束会生产四份铁矿。哇，那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哎，多一个车厢。好像也没有，这其实三节车厢刚好是四份铁矿。再来，好 ，OK， 停，对，刚好。光速是什么？就是光速啊，从植物里面，因为植物吸收什么阳光、空气、水嘛，所以里面会有光啊，很合理吧？你相信光吗？OK， 还缺一个，最后面还没有。对，还有，再来，最后一个，中间不要再放了。我们现在木材库存太多。这个我们的壶都已经被 OK， 好了，出发。反正先赶快多赚几笔钱吧。小亮开到那个了吗？铁矿厂了吗？我铁矿吗？不是去载煤矿吗？哦，你是载煤矿、哦，煤矿还没接起来吧？对啊，没煤矿还没接吗？你要先载铁矿吧。来，我看一下，那叫我们往走错路。我不知道哎、欸，他有可能接好了，因为他从煤矿开出来。还没吧？不知道。钢弹光束步枪用的材料。这里要快一点，上得去吗？怎么了？没有，我刚才忘了加速了。那你得重来了。直接让他这边旁边，这样怕会那个、哦。怎么办，儿子？我开始觉得。好，来，人在外面手控比较方便，来，不要坐在车子里面哦。煤矿接好了，但速卡那一半，那可能要有人去帮忙那边砍树啦。伊娃说他那边煤矿已经接好了，但是树还没砍。接好了，对啊，我想说，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往煤矿那条，煤矿那条走过去啊，想说总会有一条路已经接好了。哦，有了，这边我到时候再帮你修改一下啦，你这样走有点太难了啦，你这直接就是穿越那个十字路口就好了，不是吗？也是可以啊，可以啊。喂，好、OK 啊。完了。可以，没事。没杀就出事了。前面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应该可以吧。前面算下坡了。这个烟有点大，看不太到。树一个人慢慢砍，会不会太卡？对啊。
可以直线加速了。那个地上那个铁轨，有时间把它清一清吧，不然放那边过来干嘛、啊？老大，为什么我会看到龙腾断桥？龙腾断桥，那个德森不是拆了吗？我开掉啊。不是那个何老师，何老师昨天盖的。哎、欸，哦，那没办法。这边为什么要这样大上坡啊？没有，原本应该是原本要下坡，就是要往下，因为原本是上面下坡。对啊，这边为什么？他这个木桶还没拆掉啊！没事，这个就怕下去都上不来。这里不是我盖的，这里不是我盖的。我曾经的长城啊，烟有点大。木桶是我弄的吧？那、啊、你们这边为什么不直直的走就好了？你到时候把这边改成直直的过去吧，然后走那个大弯下去啊，但是不用绕那个圈圈啊。哎、欸，危险危险哦！完了！我靠，你还加速，老司机！这边就真的没办法给你加一口的。这个要改一下，这个到时候改。过弯心就加速，没毛病。OK， 没有这边到时候我帮你们修改一点点啊。你开下去，人家高速公路。本身这边你看速度就只能开最慢了，这样不是很痛苦吗？你如果直直的过来就不用那么痛苦。那可以很考验那个驾驶技术啊。那你真的要慢慢开。那表示说设计就有问题啊，如果是在表示设计就有问题啊，照来讲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是考验你拿到驾照是用几年换的。道路训练大法。对啊，你这样子很奇怪哎、欸。没事，我在修改。嗯、直接驾训班。因为我这个弯是拉到最弯的，30度。底下那边会撞到吗？会，这组的话应该是刚刚好，下面换一台应该是不会撞，换一台可能就有机会撞到，没有那高度应该还好，强爆！你看这个很贴哦，你看这个上面跟下面很贴。等一下，我再回来把这边重新设计啊！这样真的不行啊！我你这样速度太慢了。帮我不然这边就是接到何老师线，就这样就不用到那个铁矿厂啊。因为这边来铁矿厂也蛮奇怪的，就是这边木头铁矿厂又不需要这种木头，对不对？对，要让铁矿厂那边带回来。哦，对了，半夜开铁矿厂这一段真的心惊胆跳哎，旁边超黑的。铁矿是要送去，哦，要送去钢铁厂对不对？铁工那边嘛。对。我靠，那这边这条，要不要干脆从那个啊，走货运站哦，那走超远哎，货运站走到这里。因为你到时候还是得从防护厂把那个木头带到那个、啊。那你刚才高架那边到时候再设计，哎、欸，对对对，这边没错，这边没错，是这里没错，这里没错，对的对的对对对对。我现在就要打掉它。我们就这个路线要重新再设计过了，现在的路线有点乱，要把一些路线给裁撤掉，把它稍微就截弯取直吧。啊，回不来了，真的假的？那个回不去。回得去啊。反正你们现在也不要回来。哦，你让他那个直直走吧。你就是让他直直的平平的，然后缓降下来就好了。你不一定要接到那个现在那个沿线那条主干道上，你可以到时候再切就行。对啊对啊对啊。你从上面这样直直的，让他平平的，然后往前走，这样他可以直线啊，然后走大弯下来这样，不用绕圈圈啊。
我说你这边是拉到全满是不是？到拉到全满。你看，你看，我就说我盖一个大弯，多舒服，你就完全不用顾，就只要拉到全满，让它跑就好了。对吧？断轨，断轨要等何老师啊！断轨我不会死。旁边有树在飞。对，还有炼钢厂。等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往右，要看一下哦、喔。等一下看一下那个牌子。那你怎么变三条路啊？我们不能在铁矿，因为还没有铁矿啊。你要先载木头。为什么要叫我们来铁？你要先载木头过去，才有铁矿可以载啊。哇，那哎，可以对的吗？白跑一趟，对的，对的，对的，对对对对对，直接开，直接开，没有没有没有白跑啊，因为我们现在载木头过去啊，我载完你就有铁矿了，哦，对啊 ，OK， 那我们这样会不会撞车啊？你的车子可以绕一圈吧？这里不用，这里不用那么慢了，不用那么慢。好，应该对，砍树就会卡。我们现在把光速载过去，它就有铁了。它要木材跟光速。对啊，有啊，我们现在载啦，两车两车。OK。那我那这样我们在那个交叉道等你们啊，等你们过来会车。其实有一个盖法，单车头就可以把铁矿跟木头载完，就是你先去伐木场载完木头，然后你的货。货斗是这四个嘛，对不对？然后把它载到铁矿厂之后呢，把它留在铁矿厂月台，然后再往前空车头开到另外一个月台去之后，去那边吸载铁矿的矿那个那什么，应该讲说列车的那个车厢，然后再把它载到铁矿厂，然后接下来铁矿卸完之后，哎不对，哦木头是要送到铁矿厂去的。那这样比较麻烦一点，从道路就可以明显知道是谁盖的，对吧？你看，像这个就很明显就知道谁盖的吧，对不对？你看我盖的就是非常非常鲜明，很舒服吧？后面可以挂多少？看车子的能力啊。我还是会打。何老师盖的很有艺术效果，是没错啊。何老师不是建筑家，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家。两千交流道，四卡太少，六你要说要装六个铲斗、哦，六斗好像可以啦，但是车子不要爬起来。那边那个桥是太小，一趟厕所都还可以吃。对啊，舒服的桥。前面应该是还好，前面没有那么的危险。那一段你们可以直接全速，因为我们刚试过，全速不会出轨。可是我们载货呢？没有，它路是蛮稳的，也不会抖，应该可以吧？直行直行，老大，你看到龙腾断桥了吗？有啊，这个何老师的作品，这条还要留起来，因为到时候要接，让他可以从伐木场直接过来，这样子比较容易打瞌睡。另外一位设计师比较合理，让人不敢不注意精神。三小，你全速了吗？要我全速啊。完蛋！你刚有刹车是不是？有，刚有稍微小刹，可是还是一样15啊。五路上不去。有，刚才耳声有小刹车，这边不要小刹，这边要就要全速冲啊！全速啦！你小刹，小刹你过不了了。
因为你们是一路爬坡，所以要一路全速前进，往前冲。不然就是这边你先喷沙，然后如果真的再不行，我只有把它修改，就是让它直接走外侧，然后我先喷沙。对，你记得等下要先喷沙。沙，你看现在喷了。咦，好像可以耶。这样车速够吗？沙不能停，我要一直喷，沙子要一直喷，难受啊！我好像一不小心把刚刚这里修改成直接照你铁矿厂的那条路上了。完蛋了，应该可以啦，应该可以啦，不然就是要一直助跑，哇，完蛋了，这个太陡了，完了，我看看车子上不来啦，完蛋了，你们把一个车厢解掉就上来了吧？不行，解掉啦。太陡了，太陡了，还是去龙腾断桥那边加速，然后一路冲上来。没有，你们应该是加速去。我看要怎么解决。这里是不是这边比较陡啦？沃夫，我可能需要你。没有，因为这里是空车是没问题，但是如果载一堆货的话，是蛮困难的。但是这边因为有山嘛，所以你也没办法。不然耳森，你等我一下，我重新设计一个。你等一下，我再重盖一次。好，你真的再不行的话，我再重新设计一个。来，我们重盖吧。我这样子直从这边走过去，可以吗？好，重盖。等一下我重设计，等我一下。走外侧你会比较顺嘛，对不对？可能要走外侧。OK， 没事啊，外侧就外侧，魔法公路，反正都有龙腾断桥了，这个外侧又算什么吗？对不对？这个一定是没问题的。等一下哦，双车头推进哦，还是有难度吧？我看一下，我刚才是从这边嘛，我觉得还是得转圈圈。哎，这条这边断点在哪里啊？这边真的没办法直接过去。比较难，你要转这个东西吗？哇，我觉得一定要转欸，你看我现在这样子过去过不去。嗯，因为主要是太高了，这个断差太多了，会跟那个桥打架。我觉得还是得你们还在等你们啊，老大。快了，等我一下，我再修改，别急。火车燃料已经烧空两次了。都拆过去吗？没有，我从这边转了，我从这边转。这一圈也拆掉了。对，那圈拆掉。我那边那个，你看到我吗？我这边拆的了。对啊，那边啊，我先过去，我先盖过去。比较好拆，130度应该可以。看，你这是绕很大圈。这样到底行不行啊？好像接不到欸。那跟龙腾断桥那边说拜拜咯。已经 4% 了呢。4.5%。欸？好像可以这样。没降不有，我已经有降了，其实是有降的。你看这边其实是往下的，就真的太陡了，那一段太陡，上不去。那也没办法，不然就是一开始就给他垫高。那你帮我把下面那个龙腾断桥那个拆一下。哇，那这样子要一路延伸欸。我不。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直接要我转呢，不要绕这里了，我盖看吧。可是还是要送到，你要送到那个啊，送到那个铁矿啊，铁矿还是得送啊，铁矿不能不送啊。我们那边吗？你说。对啊，
沃夫你，有啦，我们换个盖法，我换盖法。沃夫，你看我这边，我盖个电报局，你飞过来。你先把，帮我把下面拆掉，帮我把那岔路拆掉，岔路也拆掉。对对对。看到那，你那一条高架桥。你过来看这个。对，那高架桥。你顺上来，你顺上来。顺道吗？嗯。哎呦，我这边是高空吗？你车子倒车，车子倒车。我在这边盖这个，左边可以去那个，左边可以去，左边可以去接前面那里，然后右边我们再回铁工厂，有没有料？那怎么可以悬空一个图？我不知道啊，他就这样子啊，我也没办法。我跟你讲，这个你先把车楼接上去，然后从后面把它往后拖。可能之后要搞一台动力更大的火车头，专门跑这里的。我也觉得这边要换动力更大，因为我这边是负四度了，这边已经负四度了，很已经蛮极限的。我觉得这应该可以。你现在没钱了、啊，就再绕回去。对啊，现在没钱啊。快了快了，我们再拉一小段就可以接上了，这样等下这边会更平欸，频道到时候开会想睡觉。这边可能要砍一下下面的树，更舒适。对，啊怎么掉了一节？欸，掉了一节木头啊。掉了一节木头啊！嗯，它掉哪去了？后面就是那个火断轨那边。那我先接个线。好。哇，原来你们拉四台哦，满载呢。对啊，我们拉四个满载啊，所以刚才还会卡住啊。好贪哦。你没办法啊。这个牵引力算到极致的那个情况。完了，一车泡汤，光速不见了，没了，没光了，没光了。好了，我觉得这样三台车的话，应该就可以上去。接一下，因为我现在不能跳下去，我跳下去我都上不来，我要开门叠木头。可以吗？山下的村子没了，没有，才掉一车木头而已，是有那么严重？做个升降机，这有升降机吗？没有吧，没有吧，哪有升降机系统？没有啊，东西吧。哎呦，我这个绕的有点大圈啊。Zas， 你下面那一条路怎么办呢、啊？来来来，哎，这边后面还有一个没接到耳声。等一下，我扫个光速，扫光速。不要紧张。我已经感觉我可以回到那个位置了。这里好像还是得弯一点。拖上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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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到没有接到。对啊，这个是升降车头，不可能升降整个列车吧？哇，你要这样子绕回来啊？对啊，我就可以的、啊，这样可以。没有，没接到，没接到。那下面那一条呢？地上的那一条？你说还没拆掉那里吗？对啊，下面还有一条。完了，他是不会接。等下拆掉，等下。你要过去看一下，德胜。要去各往前一下，他好像不会接呢。你先要不要看一下？要先把那个杆子拉出来，然后再拿那个插销去插，有吗？是 OK 的吗？你们刚才村子被一个东西砸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皮工头，我们的村子刚刚被一车的东西砸没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何老师的锅，OK， 可以了吗？应该有了。没有，没接到，没接到。你先过去弄那个好了，看一下。他们有先把杆子拉出来吗？他们应该没拉吧？有，我刚刚。你拉了？那有没有接？插销插起来就好了。OK， 好。
停放分在那边搬，分次搬上山。你说就是分两次把木头搬上去，是不是？这个也不是不行，但我觉得不如直接盖一条新的波。因为分两次搬上山，我觉得有点白痴。我真的觉得有点白痴，都有盖铁路，那干嘛不一次管到底？那干嘛要分两次？可以吗？对，退一点。插销有插了吗？我是要下去了。有，我接到下面了，哎，我服。上面地下面那一条吗？嗯，下来了。没有接到，没有接到。然后插销，我下去弄。那你推出来啊！我下去弄，我下去弄。那个、我没有吧？来来来，插销被拔掉了。看好现代物流，做个集货中心再分发出去，不要做引爆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猜应该是刚才珍珠把它拔掉的，不然就是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弄吧。OK， 你先往前开。因为新手不会弄是蛮正常的啦，他如果没玩新手教学，他应该不知道那个要怎么弄。对啊，没玩新手教学。对啊。伯父，你看一下这样行吗？我看一下，应该可以吧？我再盖另外一边。你说盖到铁矿厂那里哦？还有一条是断轨，我看到另外一边有一条。再帮我拆掉吧。断轨。我知道这一条是去哪，因为怎么下不去了？我可以继续往前哦。嗯，你再往前一点。没有，没事啦，这个玩一玩就会了。那个就是稍微摸索一下，不懂就问嘛，那也还好。这游戏没那么难，这游戏其实只是一开始你会不知道要怎么弄，但其实这个游戏操作我自己觉得是蛮简单的，虽然有点反人类啊，但也不是那么难说。难道不能玩？没那么复杂、啊。再帮我拆掉，应该好像快接到了。你那边可以啊，你那边可以。可是你这样会不会那一段都要沿路加沙往上冲啊？现在不用，现在这边是完全不用了。就不用了，就突然太陡才要加。对，只有刚才那边。是要加沙的，不然正常我们刚才连加都没加。哦。暗区的挂怎么那么多？你说那个吗？暗区？我唯一知道有暗区的游戏就是那一款了。应该是那一款吧？对啊，应该是那一款吧。不然也只能是那一款。我还想不到还有什么暗区了。全境封锁，还会在玩 Puzzle Jumbo 吗？还没上啊！你爸再帮我删掉一段铁轨。可是老师，你要再往前开一点。有，更往前。等一下，我看，没有，我这边自己修改好了。沃夫，哎，你帮我在那不是有两个桥梁吗？对啊，有一个，我这边有一个桥梁。你先站到那两个桥梁那里。等一下，我把那边拔掉，你再塞一个桥梁。对啊，全封锁。你要去哪？烦了，没办法。这边吗？这里，我这里，对，那边有两个桥梁，你站到那边。就站到那个桥梁那边。这边吗？我站在这里啊。毕竟游戏很久了。再往前。欸，走错了，烦了。就是那个有顶棚的那个，有顶棚的，走到那边去，这边吗？再往前，对，你就一直往前，走到那个桥梁那边，因为我要把你现在踩的那里拆掉，让你再盖一个，我这边比较好，再盖一个桥梁让我比较好过，你再补一个桥梁 ，OK？ 哦，你要地上，对，这是地上那一块吗？没有，你后面我把它拆掉了，你把桥梁的最下面最右边那个补上。看不到他，直接贴壁，好可怕！这贴壁有点可怕，撞车喽。
你来的路我猜了。开一开，头手伸出车外，难怪搭火车跟你讲说不要把头手伸出车外，就怕你直接被削头，变绝命终结战了。绝命终结战，确实啊，我刚才那边如果这样弄，就变绝命终结战。看来要更弯一点。他可以去把鼻子削掉。这就是传说中的崩坏星穹铁道吗？是。太好玩了。帮我把前面那个铁轨删掉。啊、不用接吧，不用接吧，你干嘛接？你补不了桥梁吗？你不要接吧，前面那边是弯的，不用接，这样变直的。哦、你这样接一弯的，等一下会变那个啦，云霄飞车啦。盖一个桥梁。让它变直的就行了。再把它接起来。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你再把不是因为刚才那边它那边是弯的，你弯的你这样子过车子，等一下在路这边的时候，它这样补补补补，那个这个惯性太大，那个车就直接飞出去。而是你可以把车开回来了，应该是顺的，可以一路顺到那个里面去了。那边的岔路，我想要怎么弄、欸？你们还会走那个吗？走那个河道吗？何老师知道吗？何老师知道，不是说要留着过以后通到那个伐木场？我是可以再改啦，我是可以再改一个。我跟你讲，我可以直接从那个你们那边把它接上去，然后接到伐木场的方向。嗯、要不要用车头走啊？我可以留啦，后面推。要不要用车头走？帅啊！好，改用车头。你先停。这样推不是推力比较大吗？推哪有推力比较大的问题？拉不是比较快吗？哦，颠倒，耳身颠倒了。不然用倒车拉，用拉的。欸、等一下，我还没接。OK， 好。不是啊，你要把刹车拔掉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走，可以走了。检查一下，怎么后面还后面多一个人？后面那是谁？啊，有多一个人？不是，他怎么在铁轨上面有一个人？不要卧轨啊 ！Hello， 那谁？他想不开了。不管了，妈走了。突然有一个人在那边。我可以看有一个人站在那边啊，你试看看啦、啊，你看，对，我觉得有可能是模型啊，你看这边顺不顺？应该是顺的啦。好了，我这边修改好了。木材都快用完了，你就全速好好看吧。列车难。人数前进，有吗？有比刚才顺的吗？可是时速应该没办法到顶，因为这边都是上坡，是那个4%的那个坡，只是因为它很缓的关系，所以直线你比较好加速。等一下，为什么你是减速是不是？没有减速，你有喷砂吗？没喷砂，那怎么可能？等一下，不会吧？还是要撒一下沙啦，因为太喷砂，喷砂，你没喷啊，你没喷。对啊，赶快加沙快点。不用喷，不用喷，能省就省。不用省啊，那不用省啊。再省下去就回不了家了。我等，耳生，我等你等到天荒地老啊。你刚才喷了加沙啦，赶快加沙啦，不行的。那我想要看起来很平啊。不是你的看起来很平，但是它是一路4%往上冲、欸，它是4%的波、欸，它不是2%、欸，对啊，不要客家了啦，哎呀，回家了，都是4%在起跳，完了要一路退回到刚才那边了，不要不信邪啊。加一次他没多少钱。
好，来来来。黑衣男孩还在吗？应该不在了吧。3.5%，对啊，我觉得三点五趴，三点五趴内可以不喷杀了。现在这一定要喷杀的，不喷杀根本上不去。哎呀，我们公司在这边赚到半毛钱，今天晚上。来吧，沃夫，你要不要试走？你加速了吗？哇，有我加速了。你是柴火没了啊？当然没力呀、啊。哦，没力啊、欸哦！难怪你没柴火，难怪我想说靠腰这个波上不去。司机大哥，靠呗，自动先拉起来啊！原来是没火了，而且你水快没了、啊。你再把人力车捡回来，你再把人力车捡。就是水是剩一点点的意思吗？人力车没有飞到哪里去了。我检查一下，我检查一下。在你那附近。哎，我看到，怎么捡？就启动机把它。那個、有啊，里面还有水啊，奇怪，你水出发前你有加吗？有啊，刚有加。嗯，有啦，满的。沙子还蛮多的，沙子还蛮多的，不用省啊。就是耳生没有加柴火，他没有去雇人力、哦。他超级客家哦，放在客家几点？超级客家，快笑死！意外。那是意外哦，意外啊，意外。所以你刚才是没有柴火才上不去，是不是？对，可能是没有火。OK。所以你刚才蹲下去看是0%吗？对啊，0%。哦，那应该就真的没火了。你家还要等温度拉到400才有蒸汽、欸。我捡不起来、欸，有他，你直接按右键，他已经起来了。来啊，关。哎，下去了。我觉得我们要换用煤的，用煤燃烧比较持久。对，不要笑耳生，没有耳生前面客家有钱可以挥霍吗？也是，说的也是。但是那个加那个沙子又不用钱，有没有上来吗？沙子不用钱的，干嘛要省不用钱的东西？不是沙子不用花钱啊。那干嘛要不用省沙啦？我等下再盖一个那个加沙站。好的，我把干回来。我有压到那个吗？你帮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压铁。你看，铁轨。感谢 teacher， 先。至少我们今天先赚了一点钱啊！我们今天一笔钱都没赚到。老大安安七个月了，刚下班，好累，被老板操爆。台湾价值使用完毕了。OPC cry。啊，你没按刹车哦、喔，你耳声你自动先拉着吧，你车直接往后滑。我已经不知道在铁矿站等你们等多久了。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我可以。为什么要喷砂？喷砂让那个铁轨跟你的轮胎啊，它那个增加摩擦力，它可以比较好上坡。就是因为你的铁轨跟那个轮胎，它的轮胎是金属的嘛，它没有办法完全密合。其实你这样看，其实还是有些缝隙的。啊，你多一些沙子，让它那个金属表面摩擦力增加的话，就可以往上，可以滚动，不然会打滑，因为你太重了，那个金属它会打滑嘛。对。我不来这边，来这边。那你火车有轮胎吗？就是它金属的轮，金属轮子啊。金属轮啊。所以你如果说都是那个重物在那边的话，它拉不动，它就会打滑。所以才要喷沙子。对，就是让那个铁，你看铁轨有没有？你看这边有没有？你看到吗？画面正下方第二个轮胎，大家看到了吗？有根管子在喷，有没有？增加摩擦力。同伴表示，等到快睡着了，就跟你开雪地的时候，轮胎要加雪链是一样的。我们这边测试的方法就是把人力车放着，让它自己走。那我该不知道谁把我沙子关掉了？没有啊，没关啊，现在是开着啊。没有，刚才关掉了，我刚才从开回来，我先倒车回去加速。可以，我们这边改造完成了。这样车轮不是磨损的很快吗？可是没办法啊，你可以。维修啊，反正你轮胎本来就会磨损的、啊。你修一次的钱绝对低于你运送一趟赚的钱。对啊。
你的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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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拉。有有，我都开。没有，你现在没拉，你现在没拉了。我看沙子没来喷了。会不会沙子没啦？不可能，不可能。喷喷喷喷喷，没喷哦，没喷。没有啊。我地面显示有喷。你关掉重开一次。也是没有，我看那个轮胎没有喷东西出来。我觉得是沙子没了。还是没有，然后去前面检查。不管，先试试看吧，先试试看。那我也去开开关关啊。我在铁矿再帮你们盖一个那个。煤矿线完成可以试车了。那死灵要不要先去煤矿线试个车啊？欸、有啊，上来了。上了车，用人力车来试。所以盖真的就是没有燃料而已吧？对啊，盖没燃料。对啊，这边不用喷砂就上来了。煤矿线要走哪一条路啊？你可以问一下那个伊吧。需要带路的。带路。我先走，先走。这里应该是能急速啦。可能你刚才过那个前面的弯的时候，你有刹车吗？没有吧？没有，我一路100%冲过去。好吧，试试看吧，100%。啊，稳到一个极致啊！我帮你们盖一个那个沙屋了，待会。啊，大家补个沙吧。他DC收你吗？你先过去他们那边啊，子林，你看那个聊天室。好，你看到那个冷明吗？对。你看他路口在哪里？我先让我。那段路还是要改，因为刚才第一段是真的爬不上去。第一段是真的爬不上去，所以那一定要改。哦，总算到了，小亮到了，有了吗？我现在在交叉口等你们。有，你看到我吗？车头啊，有啦，都冒烟了，都看到你们了。有，看到了，要鸣笛，要示意呀。欸、你这样蒸汽大气压力要下降哦，他那锅炉压力要下降哦。是往右边嘛，对不对？对，然后往右还是往左？不是，我说右，往右，往右，往右。OK， 对，走。掉了，我的耶！你们先把车，你们先把车倒车吧，小亮。好，你们先倒车，因为你们在铁矿啊。没有，你们就绕一圈，然后我就用那个支线一路巴库从你们现在走的那条路过去就好了。不用啦，你巴库，他车躲在后面，你等下倒车直接吸，因为你不会影响啊。铁矿在前面啊，我们在后面啊，不会影响。OK， 好。总算开通了，按沙屋，沙屋不是应该在卸货的时候加吗？怎么会在那边？你可以先加再去卸货啊，先拆掉吧。拆掉，我就加在这边啦，加这边比较好。先我们要先下木材，木材在后面。那么你先下光速，你先下光速，倒车。没啥可以。先下光速，不要弄错，那后面是木材，不是光速哦。再来。这个坡我有点担心呢，它这坡有点斜。换车应该是还好，我这车不知道上不上去。啊，这坡度我不确定啊，因为它是回转，然后它的坡度。哎，马上我是不是下错了？那为什么这边有点斜？再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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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这个直线是 S 型。不是有加哎、欸，奇怪。那这个是方块型的，不是扁的，前面才是扁的。这个会，哎、欸，下错了。就不用上了。哦，靠背。Sorry。你自动要调。啊，对了，这样还对啦。没有100%的。哇，浪费一车木材。没事。自动有调零吗？一回生，二回熟。大哥，你车子不要动，车子不要动。第几个？我是英文。车子不要动 ，OK。从左边数过去，第三个要是你。
然后第二个要一百。好，到 ，OK。到车。没办法，我们劳工超时工作已经过度疲劳了，累了。对，我们通过。现在有五个铁矿了。哦，我先卸货。好。那个伐木厂到那个铁冶炼厂的那个圆环，我修改了。哇，总算这样能赚多少啊？才赚一百块？再往后退，再往后退一点。那有吗？没有啊，你这样子浪费两个，太早按了，你应该等到到你再按。你先继续看这个。好，按你们铁矿吸完你就那个，按你老师你先加沙吧。有了吗？只有五个铁矿吗？只有五个啦，没了。好吧。他这个。那。对他铁矿现在目前没了。那我们要送去哪里？送去那个对冶炼厂，冶炼厂。铁工厂是要送钢的，那不一样。OK。还要加水啊？对啊，你们这还要加水。弄个水塔吧。那我们先出发咯。你车子不加水吗？加完了。没有，我们车的水是够的，满的。OK， 耳森走。沙子加好了吗？我已经加，还没。没有，因为你车子要往后退一点，你这样加不太到。你要往后退哦，要往后退。OK， 好，停。不要玩。满了吗？看不看有没有满？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满。对啊，他表也没有写。满了会喷出来吗？啊，有啦，他有时候有变高一点啦。啊，水呢？水等下顺便加。有啊，他有变高，有没有？下山一路顺畅，哎，好爽啊！是不是修改过了？你是100%这样冲哦？100%一路冲啊，我没有停的。啦又变多了，啊，这个真的做得很细耶，满了吗？应该满了吧，差不多了吧，应该差不多了，要拿袋子外带吗？要打包是不是？车子还嫌车子不够重是不是？完了，飞出去了。OK。好了，你那边飞出去了。往前。那边的已经没有加速了。好。放在地上以后。哎、欸，是干他自己会拉是不是？应该开过去，他是自己在加吗？还是有人在控制？我知道吧，要有人控。是有人控的吧？我记得是要人控。你要。有吗？水位有变多吗？水位好像滿哦，你拉的 ，OK， 没有吧？刚才看是空的，满的吗？看水有没有外泄啊？它如果水喷出来，啊，满了！有没有看见我这个新的小亮？你看左边 ，OK， 好，走了。三环三线，我们这样子赚了。100块，100块，不是因为刚才都浪费掉了，刚才几乎全部浪费了。
没有办法、啊。有啦，我这波铁矿送过去，看会不会有多一点钱。看看五个铁矿能赚多少钱？不是，我在开一条，我在开一条专门从伐木场直接往那边。好好好好。我现在直接走峡谷了，你等下经过的时候看到峡谷有那个新的。沃夫弯道要减速，沃夫翻车了吗？没有吧？沃夫翻车了。没有啊，刚刚那边船出。他那个耳生这边全速，这边全速，这边都是顺的，这边全速就好。就是有人在砍树、啊，我在砍，好卡哦，对吧、啊？要砍，有人砍树就会砍。这个没办法。可是你要想，这个是两百多年前。快三百年前，没有到三百，两哎、欸、对哦，快了快了，快三百年前的，$100，那时候$100可以买一栋房子吗？快要可以买一栋房子了吧？你看一台火车也才$3,000哎，对啊，所以你再30趟，你就可以买一台新的火车了。看地方吗？对啊，$100可以买一大片地吧？那时候$100，那时候用美分吃饭的、欸，吃一顿饭才吃几美分而已，零点几美分，钱很大呢。你有个$1,000就是算很有钱的吧？对啊，我们到冶炼厂，为什么没进去？哭啊！问你啊，问你。你没有切那个吧？没有没有，你那个下来之后不会给，不会给你的。哦，我要先过分岔口，然后自己调那个路线，对不对？哦，好爽哦！哎、欸，好爽哦！哇，这全速哦！就是这样嘛，这才叫火车的速度感嘛！哦，辛苦值得了。好，$100大概可以买3-5甲类米种子。哎，出轨了，出轨了！小亮，你刚才是全程都是极速是不是？对，哎有。哎，出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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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减速。你們可是我减速是在你们就是已经快到那个底下跟煤矿那个分岔口的时候减速，已经出轨了，来不及了。那、啊、怎么办？先倒车把它吸回来吧。小杨说可以全速的。我盖个电报。是啊，我真的是一路全速下去啊！你们怎么会出轨？啊，因为你有载货啊。啊，我比较稳就对了。他有载货啊。你速多少？飙到快接近30吧，难怪我刚才飙到35。我这边放个 slow 好不好？我这边放个 slow 的牌子，告诉你下坡要小心。这边嘛，对不对？这边出轨了，好像还有一节不见了，少了一节。都在那个啊，两节不是吗？两节都在那边。三节，我们有三节。啊，有掉三节吗？嗯，下面没看到啊，那可能在前面一点。我这边只看到两节，你那边跟你左边，没事啊，我插一个石漏啦。有没有看见伐木场的直通线？直接这边直接穿过去了。我这边插一堆石漏，跟你讲说，等一下就是不要太高速了，嗯，这样子还出事，那我也没办法了。OK， 有了吧？这个这么多，这个牌子这么多个，很明显了吧 ？Slow， 现在那时候的美金是现在的193到240倍，所以$100大概等于50万台币。哦 ！Oh my fucking god！ 那这么好值钱哦！所以如果台湾可以买一栋房，所以我们如果整台车都有完成运输的话，应该可以赚$200，就赚100多万台币。100多万台币，是不是还少一节？没看到哎、欸，
怎么突然跑着跑着少两节车，我们都找，我们找不到了。不知道啊，飞下山谷了。算了，合理的损失啊。合理的损失。那个啊，找到找到，这边这边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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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他怎么会喷到这边来 ？I don't know。看来真的是太高速，我觉得应该是这台火车，它这个本来设计就不是让你跑高速的，它应该算是比较中低速度的列车，所以你那个扣环，它这个扣环是旧型的扣环，你知道那个二阶、三阶火车它扣环是不一样的吗？有比较先进一点啊？有，它扣环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是用一个像是铁，就是铁环的东西，只是稍微把它含着而已。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这么简陋。啊！哇！我不能把车厢删掉了、欸。那、啊、这样钱有还我吗？没还。干！你要再往前一点。哎、欸，为什么冶炼厂没有可以拿生铁的地方、欸？哎，老皮有空请看 DC 资讯 Blood Trail。好 ，OK， 没问题。丑哥，哦，生铁好像你要直接带去铁。他、啊、怎么少一个车厢？冶炼是每一个，每个都这样少两个、欸，哎。另外一边有没有？没有少了，越来越少。要倒车回去吗？还是？而且那个幽灵人还在，算了啦，放弃了啦。之后开这边，叫大家小心一点就好了。一台车厢250块。你知道我们这边也脱离了。Hello， 尔森。根本就没接在一起啊！要送去铁工哦。你往前开一点点。哇，那很远呢。一点点就好。好，那停，退，好 ，OK， 可以走了。哎，科伍德。哦，那个是每一个那个哦。哇，那这样要去铁工哎，老大。铁有吧？真铁不是有。没有，我现在在冶炼厂，我没看到生铁，我只看到一个叫什么科伍德的东西。科伍德旁边那个就是啊，那个就是铁啊。科伍德再往前一点，那个就是铁，只是因为我把它月台盖住了，所以你就直接丢到月台上面就可以了。这样懂了吧？就是科伍德那边，我把它盖起来了，所以你就直接丢在科伍德前面，不是还有一个月台吗？它其实月台下面是黑黑的铁，你就把它丢到那个月台上面。对，OK， 因为我想要二合一嘛，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浪费那个空间啊，这样比较省事嘛。OK， 那我们先在这边输送完了，可以再下一趟。只是小量波这边要小心啊。小量波，小量波那边翻车，我们还少了两台那个车厢，喷500块，赚100喷500。危险啊！哎，我看，为什么我看到一台车子自己飘过去的？没有飘吧？是因为你太远，你看到铁轨了。没有我啊？看到我了吗？不是，我看到一台你刚刚那种车厢，然后自己一个人往你们那个方向冲过去了。啊？我觉得我们该睡觉了。我觉得我们该睡觉了。你等到了，你等到了。解释。有啊，我看到那边煤矿那边铺的不错。我今天的网路用的够多了。对。有，你看到了吗？你看到那一台？有啦。哦，难怪刚才也就是他
他就是把那个车子给弄下来了啦。哦，哎，不要再往前，不要再往前，会撞车哦。我们这边出轨了，可以回去了。对，今天网路用太多了。那这样子，我想一下，我应该可以在这种在铁的跟在这个木头的各一个吧。看一下，弄过来一点。这还要手动减速，插告示牌，真的很好笑。这游戏，想要觉得就觉得很有趣。耳森现在可以准备把车开回去啊！你现在你那边在干嘛？你把铁卸了吗？卸了，卸了。哦，我们先对接，因为我在算，要多少木材跟光束才会生成一个铁矿？没有啦，就是载铁跟那个载木头的分开啦。哦，要分开。嗯，因为这样吧，现在这样他们刚才说二比一啦，对。因为我现在觉得现在这样子铁矿有点效率有点低耶，都要等你们载完我才过去载。没有啊，就这也是没办法。还是我跑远一点，我去载煤矿。我是觉得木头线可能要另外拉一条，因为这样走的速度太慢了。我现在在拉。对啊，等要等子怡那边拉好啊。你为什么把铁矿丢到这边？铁矿啊，没有哪里铁矿的箱子啊。哦，因为刚刚脱轨了，再重新接。OK， 这边怎么会脱轨啊？那因为那个三岔口那边没有调好，退回来就会直接、对。OK， 有啦，我们现在目前喷100块而已啦，还好啦，因为是赚100嘛，然后喷200，负100。好啦，休息啊，明天再继续吧，怎么样？明天继续吧。看明天可以继续。嗯，我觉得明天我们就是把那个伐木厂那边弄完之后，我们这个钱就可以开始真的正常运作，到时候就可以买那个啦，高阶列车。你看这个7000块，还有7500块，这个有没有北极特快车？看这个弄起来，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速度与激情。1907年的，对不对？我们现在开的这个车子是几年的？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开1884吗？不是吧，我们应该开更早的吧。欸，没有，我们开更前面的。我们是开多少？1890。老车啊。1890啊。哇。1890啊。那19多少了，都已经准备要打一战了，对不对？多好用。这个我们还在开这种老爷车。真的是。是因为他现在公司到底赚了多少钱？现在有3100块，我觉得怎么变3100了？刚才有人在哦，你刚才卖铁啊？哦，铁很好赚呢，哎，铁这样子，你一车就赚200。哎呦，而且我那个是没塞满呢，因为他我那一台可以载6个铁。对啊，你那一车都快赚，就快赚200块，那还蛮好赚。老皮晚上好，刚从高雄玩回来。哎，感谢。那3100该买一个新一点的火车头了吧？给我们一点。好啊，明天吧，明天弄那个特快车去载那个木头啦。我觉得要2台载木头的，然后或是就是直接用那个高级的那个车头，一次拉很多个木头的去载，有没有？就拉6节去那边载啊，对吧、啊、？OK 啊，就直接用高级的车子，好啊，那应该也比较稳啊，不会稳输。我存档了。OK，OK，、okay. 好啦。